哥啊，诶，阮兄弟两个人是倒位得势着你，啊，你安尼诚心走一撮。恁两个人嘛真正甲天照打呢哈！你道上连一个过门的教化都比袂过，竟然甲绑票酒家千金嘛！华哥饶命啦！华哥你饶命啦！诶，无，阮即摆哦，就来做证，你放回转去啦。啊，你是摕偌济赎金嘛？3000万啦、啊！我这3000万哦，拢会给华哥啦。啊，只要你放一条生路啦。5000万啊！5000万，华哥啊，你即摆雄雄加2000万出来，阮兄弟两个人是要去倒生啦。只要你好好配合我，5000万拢给你。好运，5000万。其实当年大兄到最后也是无把我的手放开，若不是饭窑某把我抬脚。大兄应该宁可跟我做伙跋落去山脚，也袂放弃我。就当说你嘛，咱真久啊吼，我3000万已经准备好啊，要怎交予你？3000万哦，3000万应该可能干那外恁糟践一支脚尔。什么意思？你跟我讲你安怎？我吼已经改变心意啊啦。堂堂信华集团的查某囝，去用绑票，赎金才3000万，哼！哦，这对你来讲，真正是伤过无聊啊！我认为吼，信华集团，吼、哦，这个身价，最起码应该买20亿，哼！20亿。阮即摆哪有可能随从李宗义给你？你已经把阮姐你放回来了，伊若是有任何受伤的所在，我绝对会帮你耍。真正是有啥物老母留啥物查某囝哈？你哦比恁查某囝搁较差。你想我是点点？若无我马上挂电话，互你永远看袂着你的查某囝。李宗义是大叔吧？就算讲是阮集团嘛，无可能伫遮尼短时间都甲集中出来。搁再讲时间拖愈久，对恁来讲风险愈大。卖废话啦，20亿，3天后交赎金。3天，这是已经给酋长你上大的权限啊啦。时间拖愈久，对恁查某囝是愈唔好。我袂，我咧想要放火，竟然敢甲赎金每3000万，一个手业员搁20亿。应该表示讲，伊个计划真周全、真有把握，所以我感觉所来咱每一步啊，拢要考虑清楚。当年啊，我嘛是有在帮会，叫阮安怎就安怎，有在创治。啊，不过我即摆只要看到我的后生健康快乐，我就会感觉好佳哉。好佳哉，迄当阵我无报警。结果当周真妮哦，迄两个是孙啊，根本就免出手啦。哦，敢那看到我呢吼，伊就水过来了呢。这个是，哪有够好势？当然有咯，国家当作妈祖婆咧奉胎呢，只不过吼。这些妈祖哦，规工安尼叽叽叫啦，比火鸡搁较恐怖。吼、哦，我的乖兄弟，甲要挡袂牢呢。人是公主咧唱歌啊，煞互你公主变作火鸡母咧叫。小林阿姐啊，张胜强真紧就要付钱啊。是讲，总裁，20亿，台湾的绑票赎金唔捌遐尼济钱过。张胜强伊敢真正会甲钱摕出来？就算我伊把钱摕出来，咱是要怎交付？我是烦恼讲这条若是处理了无好势，贼头前紧就找着咱啊！我袂做白了工的代志，
那二十个我嘛已经……阿伯，歹势，我时间去拖。杨姐，阿伯，歹势，我唔知影讲你有人家己啊。不要紧啦，拢个敌人啊。这话啦，替我来做代志。哎，好了，这你请听就有青木社长。青木社长，你好。八哥你好。啊，你的公司有关的代志哦，阿伯，我要做下名单。啊，免啦，拢已经讲完了。好了，叫我一组记者。是，我随来。杨姐，这样。歹势呢，占用你的时间啦。啊，就华来甲我讲吼，伊有电话代志要找我，我就叫伊过来。不要紧啦，我人拄到啦。你是要甲我讲彭亚布的代志哦？嗯。啊，进前彭亚布不是讲伊对精华地啊，伊按算要去大方营造，还有大捷建设的联合总部。伊即摆已经去申请建筑执照。彭亚武阁有法度甲上借钱哦？除了甲世天金控贷十亿，其他无啊？安尼伊是笑起来哦。三方合作案租金就真平啊，伊即摆是要倒位有钱，通好起大啦。彭亚武这人原本哦，就感情用事啦。你替我甲彭亚武顾好条，若是大方营造出问题啊，安尼我要摕到迄块土地，就有机会啊。啊！若这个机会即摆看起来，阁袂少。对啦，先发一名单，唔知阿伯你这边有啥物想法啦？你看，一开嘴就是二十亿的赎金呢，看起来对方应该唔是简单的任务啦，是讲钱摕到，敢真正帮人？帮会也未摕到赎金嘛，我认为暂时咱较免烦恼，做生意也安全啦。啊！不过周董事长是我未来的亲家啊，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伊宝贝查某囝救回来。安尼啊，等我的宝贝查某囝嫁过了，就较有地位，会较受到尊重。你也是有闲的时阵啊，较常去周董事长遐行行看看，看有啥物代志需要我到三江水甲我讲。好，我知。咱迄块地价值三十亿，你讲即卖要该所有人拢出价十五亿，无唔对，我甲董宇拢已经问过啊。所有人，哪有可能所有人拢伫咧同一个时间开出同款这么离谱的价钱？我嘛感觉足奇怪，所以私底下去探听，发现有人在放风声讲，咱盛发有紧急金流的需求，着急是要卖地，所以因着直接出价太对半。这人都是安尼趁人之危，刚讲真，你有绑票的代志传出去啊？甲我透露消息，迄个客户嘛在问讲，盛发为虾米需要现金，所以我收这件代志应该是还未传出去。董事长，这块地敢一定要提去市场顶关卖？咱盛发有真侪企业客户，是不是会当找较熟悉的人做交易？董宇。之前你未上班的时阵，有熟悉真侪高端客户，你那边敢有较适合的人选？我拢问过啊，啊，不过即马风声已经传出去啊，大家拢知影，所有买家甲底价定在十五亿，啊，无人想要做攀呐，上多就是愿意加几千万，因就是知影咱先发非卖不可，才安尼做的。真正是假人告告。其实，珍妮副总给人绑票的代志，若是传出去，可能连十个亿拢卖袂着。市场甲人心就是遐尔无情啊！干来家你的弱点，家你唔帮。爸，只要咱够赚，咱想要十个亿卖掉，若无到时这个消息传出去，因遐个人知影咱需要钱，会搁甲介绍，抬搁较低。我了解你讲的意思，钱确实够赚到有。
要不过现在若是所有人看到我周胜强面对危机的时阵是倒家己较求生存，以后咱生活这段业界要讲话有啥的困难了。我搁想看卖。好，我知。总裁，邱信强伊拒绝用十五亿卖迄块地，我咧想是毋是咱个介绍开了伤低，颠倒会互即只肥羊飞去啊？羊敢有生息过？无啊。啊，无是要安怎飞去啊？你敢知影我甲你个差别伫咧倒位？银行甲借贷放贷来，同款，逐工拢是假钱啊！都在踅来踅去，拢有指责的。啊，是安怎人看到我会来救我？啊，毋过看到你，煞走哪飞？请总裁开始替我开智慧。差别就伫咧承担风险的能力，啊，佮有眼界。听无不要紧啊，你只要知影你对着人就好了。是，总裁，那你咧耍来要哪做？继续甲周正强施加压力，叫人放风声出去，甲介绍阿后家，搁叫少年的，敲电话逼周正强一定要伫个讲好的时间内把赎金交出来。咱再来看卖，周正强敢还搁有才调继续听用？叶瑶，知影了做无？